有任何征兆，心跳、血压那些都很正常。但是他在九点多就自己走了，那附近就有一只猴型在飞，是猴型打死。在医院的猴型绝对不可以打。那个病人本来其实大家都想说他会死掉，但是他拔管成功，病人本身的灵魂就已经不堪一击了。人家外面的一拍不一定就会死掉，医院的可能一拍就死掉，因为他们承载的是病人。打苍蝇，病人会走掉，这种说法你们听过吗？之前其实学姐就跟我们说，在医院的猴型绝对不可以打。那是灵魂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个病人本来其实大家都想说他会死掉，但是他拔管成功。某一天，我同事就看到船尾吧，附近就有一只猴鼠在飞，学妹也想打那个蚊子，他就跟学妹说不行，学妹他们之前都是觉得不能打。本来大家想说，我们应该还会转去病，都没有任何征兆，心跳、血压那些都很正常，但可能看起来喘了一点，但是他在九点多就自己走了，那只猴鼠打死。医院的猴型，他们的本身的灵魂就已经不堪一击了。人家外面的一拍不一定就会死掉，医院的可能一拍就死掉，因为他们承载的是病人。这种事情其实发生不止一次，后来才真的认真的相信医院的苍蝇绝对不可以乱打，因为一打绝对会出事，屡试不爽。我爱你没有保留。手心的蔷薇，你值得被疼爱。我要快乐，不怕了才温暖，离开的才不恨我。你大出来了吗？我爱你没有保留，这些人值得等候。你是不是走音了？大走音呢？手心的蔷薇，你值得被疼爱。I've just left another note. I've just said like, thank you for playing, you're great, I think I love you. And they just replied. So on their note it says, this is actually really fun, let's keep doing this. So we'll keep it mysterious, so I guess we'll see.